了一层小雪，我老妈在这扫雪。下的还不厚。嗯，今天阴天呢，好吗？你看这天。还是要放晴的这样，你说再下不了呗？哎，哎妈，这边阴的厉害，你看这边阴的厉害，啊，哎，那要放晴了，说晴也快。嗯，哎呀，你看他俩，你追我赶。今天是预报，好像是多云吧？多云呢、啊？我妈一来，我们家的雪都给我妈管。职业就是扫雪，今天你干啥去吧？就是打扫雪。看看这个小狗嘛，你看。哎呦天，哎呀，粘那个嘴，粘的吃那个牙上嘛，就像要真干仗似的，总是不服输那个样。嗯，哎呀，那个嘴像天天叼狗毛，粘着大狗一给它摁，粘根本都不咬它，它可真下口啊。闹。嗯。来来，他大姑，我看看看看，来，给你个近镜头。啊，包肉的，看看啊，大肉馅的，可算包上一个，使劲往里怼馅儿。来啊，大家伙看他大姑，对呀，就这张掐有时候掐不好，啊，一个就这么简单。人家老胖子整就这种事儿的，人家把手一捏，嗯，这个叶上旁边拉。你是套吗？啊、哦，他也是这样系。我记，我不会套。对，要是套会套，也就它就紧实，可紧实了。其实那套是的还是真简单。你看这不包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就这么一。啊，五官上就行，不参战了。那他俩怎么行？看，管他咋地呢？看我们这粽子也包了一大盘子了，只要给他五官上就行哈。看有肉馅子的，肉大枣的，你看。照样都给他捂不进去，我就不相信你吃不上。行，哎，他包的还挺大的呢，你还挺像个三甲的。你看这一大盆的粽子，现在大功告成了啊，粽子也包好了。就得看明天早晨的结果嘛、嗯。管他什么奇形怪状的，是几个角的呢？煮熟了就是粽子。对我妈说，煮熟就是粽子。也挺好看。嗯，挺好看，挺好看。没个形吗？还就属他大姑包的好看。啊。完来了，啊，是真的，嗯，哎呀，看，你的下锅了，天哪，爷爷下米，哎，我都不知道这是多少米，真是个吃货，这是几个叶扔里头，喝甜水呢，甜，还得甜点，好了吗？行了，你不说得扣盆子压水吗？高个帘子，嗯，高个帘子，嗯。水够不够？接一盆的水压里上就行。那还能盖上锅盖吗？盖上了，盖上了。啊，盖上了，行。盖上锅就呼。开锅煮二十分钟啊，半小时。哎呀，二十分。就是，哎呀，我们家包粽子，你看一会儿，整个进去就行了。快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哎、女士，我采访你一下，你觉得包粽子好玩呢，还包馅饼好玩呢？包馅饼好玩。这姑娘包，自己能弄完，包的都包崩溃了。这馅饼挺好。放啥呀？放肉啊？你想放啥？你放啥？不说了，这个馅饼省馅，放啥都行。你放大蒜，放啥都可以吃。